Hi guys, I'm Jinhui, and now I'm at Yunnan's Tonghai County. This place is best known for the silver ornaments. Its culture has been thriving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today I'm gonna learn from a local silversmith to make a piece of silver jewelry with my own hands. I think I just arrived Chen Yaozu's workshop because as soon as I step into this building, the hammering, the ringing hammering could be heard clearly. 师傅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呀？哦，我在做一只手镯，这个牡丹手镯。哇，真漂亮！现在还没做好，现在还差一步。哦，你看看。哇。看好以后，我今天就教你做一个跟这个差不多的。好漂亮！好，我们做一个差不多的。嗯。OK， so I'm gonna make a bracelet today. 好，我现在就教你做一个。好，我敲一遍，你敲一遍。好。好，你试一试。我来试一试。嗯，好。OK, I'm gonna have a try. It looks not that easy. 用点力。大胆敲。嗯。要求是正方形的四个面。 你看我这个合格吗？是一个还不错，还不错。下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角啊，给它敲掉。敲掉。哎，四个面敲成八个面。这么敲下去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对对对。那你来试试。好，我来试一下。这一步就有点难了，还得使劲儿。打印一定要非常的专注。 感觉我都开始出汗了啊！这个锤子好沉呀，这是一个铁的锤子，是不是？对。再试下这个。好的。边敲边转，对吧？对对对。这样才能敲。转起来。但转的速度是？可以快一点。可以快一点。啊，这样才能敲成一个圆。来摸一下。哎，这个还挺圆的耶。 您看我这个合格吗？哇，还不错，天才，真的。老师夸我。第一次能敲成这样，真的是天才。So the third step is the shaping， 就是给它搓光滑。边转还是边转边搓。搓。来看一看我搓的。 这是老师错的，我来对比一下。差距还是很大的，我再继续错一下。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经常需要耐心的功夫，对吧？先给它回个火，稍软一点。脚踩着，手翻着，右手翻着。 左手动着，好难，好烫，好娴熟的动作。所以每一步其实都是看着很简单，但其实都很难的。下一步我们就把它成型了，你看这两头嘛，哎，我卷一头，然后你来卷一头。好，然后来另外一个，好，我感觉这个很难。 跟这边一样，对，按住这个，对，大球。哎，然后最后换了一个大的。对。哎，这个不得比一下我的这个手脖子吗？不用比，我心里有数。哦。哦，我知道了，这个是。 那个孙悟空的那个紧箍是不是？对对对。啊，我猜对了，代表意是什么？就是代表着爱你一万年。啊，哇哦，so romantic. Look, I finally made it. So it's nearly cost us like 2 hours because it's already sunset right now. And it's my very first handmade silver bracelet, and I like it so much. It's so gorgeous. 然后
我们要再谢谢师傅今天教我来做这个银饰，特别感谢您，谢谢。